跑出来讲话，他说他电脑太烂，连不进去，真的对不起。连不进去，连不进去，可是站在那里。大师去哪里？大师，我不知道。OK， 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Cash， 我要药水。你是往这边走？我要商店买药水。对，跟我来。会累哥吗？真的假的？我要商店买药水。这有商店。我牙齿痛，我一直靠药，快一点。哪边啊？这里啊，巡店。干，这间最贵。都正版的、啊，当然是正版啊。他妈的，这间的药水最贵，18块，你有看到？走啊走啊走啊！你要买啊？你要省 ，KC 啦。反正我只买一瓶而已。这里吗？南屋城堡出发点。哦，南屋城堡。OK， go。南屋城堡，南屋城堡，我们在南屋城堡。有紫水晶，还有一堆尸体。这边有一口枯井。不要吵啦，花野菜骑士。花菜花骑士。哇吼！这什么东西啊？还有什么一个油漆工？我前面他妈看起来好猛。怎么发生什么事啊？发生什么事？你们什么时候破到这里啊？我都还没破到这里啊。这是我们昨天破的吗？对啊，我们昨天那个雪男打完就是这个。对啊。这发现了，这什么？弗拉！噔噔噔噔噔噔！灵光乱转，会扣鞋。我躲你后面。哎，神闪！你不要动，我躲你后面。走开了！我躲你后面。小蜜蜂，帮我挡子弹。你可以？哎，为什么是我？走开！走开！我躲你后面。Why？ 为什么会飞？我还是不懂。为什么是我？太夸张了，这不科学啊！为什么你转战成蓝色的？蓝色是什么？不是绿色的吗？蓝色是冰冻吗？哇，他们拿什么武器啊？对啊，他们的棒棒看起来厉害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我好想要啊！不、哦，他们死掉会爆炸、欸。但是我这招更厉害，干、啊、怎么电不动？他们死掉会爆炸，小心一点啊！为什么你们电不动？呜、哦，好猛！哎、欸，所以你转属性了、哦。谁专属性？彩虹小马我看过啊 ，Pony 那个啊 ，My Little Pony 啊 ，My Little Pony，My Little Pony， 哎、他们电不动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假的 ？DC 都电不动的、啊，他们来扣一滴血而已啊。对啊，太夸张了，电不动是怎样 ？OK， 晚安。电不动是哪招？是这样子吗？他是这样子判断的吗？我不知道，看魔、啊。这有没有 YouTube 啊？应该会吧，看情况喽。没有吧？哦、太都是这种关了，我们就假赛了。你用你的吗？他会被打的血。你确定要给我用吗？呜、哦！哎，我哎！哦溜哦溜！这玩到后面才觉得 TK 后溜 can 力量真是比较重要。忠实小马粉，我看到第一季吧，第一季看完就没再看。对啊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哎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选一个门家吗？我、哦、看看看，什么东西？我好奇上面那电视在演什么。I'm in your castle。哎，这是奇怪的东西。他在画图。Little Pony， 这是 Little Pony。My Little Pony 。我记得这里有一个那个任务是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胡萝卜。他如果召唤出独角兽，然后你把他打死，独角兽会掉价。我打他，还是要打他吧？不能碰到啊！白和安，安瑞迪，毒蛇，一头破一，中毒中毒！我下来了，走！我怎么该去躲他的？为什么后面有一个蚯蚓在那边走？走那边哟！哎呦，啊你好喂！我橘色的，对，我死了。太有钱了，还好吧？那有都趁着特价买的、啊，还是没多少钱。走，呜、哦，闪电人，哇！章鱼哥，我去了，我还滴血。不是你还有一瓶药水？这叫做城堡毁灭者啊！大象，好丑大象！啊，蜗牛。等一下，他如果召唤出独角兽，他召唤出独角兽，我扁他！扁他！快点逃跑你！我扁的不是他，是他。谁啊？没有，把这个家伙扁掉，然后独角兽来这场上，我好像可以拿到独角兽的奖。是啊。嗯。
他应该不会画了吧？哇，加一。他现在是召唤那个吧？百鬼夜行。哎，独角兽，独角兽，爆掉！哦，你的那个啦，你的那个，谁家那谁带那只烂熊？是好像是我带的哈，烂透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我带的是什么？你带的是熊啊，不要，我带的熊，走了呀。看有没有捧你？我怎么买的？信用卡、啊。要打他！有捧你，有捧你，有捧你，又被我咬掉了。哦，捧你又爆了。捧你！我们到底要来几次？你是一个神仙 ，Be my lord。开始。你要全部吃光，留一点给人家。啊，我比较想要武器啦，洋人。哎，给点，留点给我，留点给我。干，你吃超多，还留一点给你。看我瞎了，哦，这个我超喜欢，你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，看这个。你看到吗？耶耶耶！哦呦哦呦 ，check this out！ 我是要打爆吗？我给我，你用电脑太夸张了吧？用电脑。五千一也是 F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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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听得懂？我听不懂啊。愤怒鸟有啊 ，OK， 哇，这样打完一关了、啊，就这个游戏很好玩啊，小算是小品游戏吧，可内容很丰富。这什么？在打什么？独眼巨人。I will be back。I will be back。他现在是怎样？就是那个吗？枪神的那个吗？拿棺材。别跟我讲说他那个是枪。那棺材不是他的朋友吗？为什么他要拿朋友的尸体去？这个就是所谓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哦呦！熔岩弹，哦呦！我有犯规，他把他朋友出来了，还可以这样跳的吗？来，拿一招，这是怎样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不合常理啊！这个难道是？这难道是剑魂里面的那个什么游戏米？没有，游戏米。你是要把那个打死吗？哦，有有有有有，恢复恢复了。哎呦，好险！要电话？现在没特价，你确定要买吗？趁特价的时候买的。我新招式 ，XXY。DDW。DDW，OK、okay。这可以打吗？打到滚的。八四D好痛哦！还帮我埋在地底下。建冰箱。来，回去回去，扁他扁他，扁他！我电他一下十三。我是十三那一只。电都蛮破防。等一下等一下，不要喷火，不要喷火。他那袜子好臭，哎呦！先走一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来开电冰箱，大头吧！哎呦，被扛过了！不要打我！你再看那个门，那个眼睛会动。大师，火力血，全国电子，要干净呢 ！Yes！ 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不要变！哎呦了！哎呦，这个东西我捡，没把都捡走了。你挖出哎、欸，哦。红色是马洞吗？不是啊，我有这种人啦、啊。为什么可以挖东西啊？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武器？你怎么挖的？地上有叉叉就挖。是啊 ，so this。死亡复苏，死亡复苏的话，前阵子那个 EA 那边有特价，好像450吧。然后死亡之岛的话，稍微现在没特价，如果有特价，大概也是400多块。怎么了？换颜色，然后换用猩红色的。还我武器！你们这些匪徒！什么东西？哎，百鬼夜行，好多尸体。安安，你有收集尸体的习惯？有点累格，是不知道谁们一直敲我。小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 RC 二三十个人在敲啊！老子把它吸关掉了。等一下，大家先等我一下哦。
这为什么要趁我实况的时候一直敲我哎、欸？就是知道你实况能敲你嘛。决斗，难怪一直lag。我先下那个好了，我先下那个禁止通啊。OK OK， 来吧。OK， 继续。Here we go。游戏还好啊。哦呦！他把召唤起来了。最好是可以这样子、啊。你在想什么啦？犯规啊！就这样，我真的犯死了。OK， 拜拜。遮不住了。你是那个小王八蛋！我倒了，叫我！救我！实体派对是这样吗？原来实体派对是这样玩这种游戏啊！就是知道我是用来敲我，打 PC 版啊！我靠，我一直被打，那人这样子的啊！我点救我！那我站不起来是怎样？救我！救我！我活了！去！硬甲！这个很难看到敌人。对啊，同感。把它定起来比较快。啊 ！It's too many， 是不是打不到那个 ？Don't hit me！ 哦！啊！重伤啊！哇！飞龙太鱼手，五牙连斩破。等到人这样子啊，一颗子弹打完又一颗子弹，我都完全动不了哎、欸。谁想我？快了，你站起来了！哎呀，我站起来了，下了。哎，走，靠！哎呦，没事，假硬狗。光合面的可以啊，你就直接在 FB 念我吧，留个讯息啊，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帮个忙。大师，我们是要打那个网啊？不是，我怎么死了？当然还有那个什么外星人，九通龙闪嘛，这假的，有这种招式。他起来，不是剑心。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没人呢，怪人。他有点强。哎呦，一滴是怎样？哦，他爆掉了。一滴是怎样啊 ？DDW， 电到了哦 ，DDW， 电到了，厉害哦！快踩！不要踩，快继续踩！上！他不是白痴好吗？你以为这个游戏这么快就可以结束了？丢回！快！不用他！我丢！过肩摔！过肩摔！他好像这次也是一般的玩家的职业，搞不好可以玩他哦。可以啊！真的？哎呦呀！你有拿到他吗？怎么可能？我都还没破彩会拿到他。踩他！把他踩死！踩他全家！我厕所。快踩啊！不要在那边挥刀啊！快踩！踩！跑过来了！踩！啊、快被踩死了！会不会他的技能是那个、啊、放骨头？交给我！有点痛。狂电，爽哦！继续踩！踩！跑哪去了？这边，我们一人站一边啦，踩！你踩过来，我踩过去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熟了，进化，他起丘了，起丘，不是这样的吧？你踢嘎了，跟他国王哦，真的假的？可以啊，贪吃狂踩，怒踩他一家，用 RC 嘛，用 RC 的话，我那讯息会比较那个啦，会比较容易被忽略掉啊。尽量用那个 FB 会比较好一点。看那个嘛，好啊，去里面吧。我没有补血的，哎，进去了。给你杯冷罐哦，一个。这太狠了吧，活活被踩死。
鹿角刚刚。哎、欸，是国王吗？呜、哦，哥看起来不太妙，会飞过来的样子。会飞，哇、哦！没创意。